我就知道你是魔妖，哼！好小子，昨儿你的明火焰身一法，着实让老朽吃了不少苦头。昨晚又拿噬魂草来挑衅，昨儿那火一定有假，对吧？就知道，一定是你做的手脚。<笑>那火确实有假。 水魅之骨可以改变火焰颜色，只怪你们愚昧无知，未能觉察其中蹊跷。<笑>但这个做不了的，只要一一核查你的出入记录和药师失踪的时间，就能真相大白。把东西交给我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我要向天罡殿揭发你的罪行，那些药师是你杀的，杀人了，杀人了！ 今日在你死之前，老朽可以满足你的心愿。终于等你自己现出真身了，马失前蹄了，哼，根本没有什么记录，上当了吧？